嗨，我是尤桑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来 BC Ferry 了。今天要去岛上旅行，带上了我们家娜娜，还有我们家 ，say hi， 达达哈。马上就要靠近第一个目的地了啊！我们这次去的呢是这个叫做 Southern Gulf Island。温哥华南岸群岛其中的两个岛，第一个我要去的呢是叫做这个啊，叫做 Mayan Islands， 大家帮我剪一下。再过两天我们会去到下一站啊，叫做 Pender Island。南岸群岛呢主要包括五个大的岛啊，其中有一个叫做岩泉岛 Salt Spring Island， 我之前已经去过一次，加上这次打卡的两个岛呢，那五个大岛就打卡了大概三个了，剩下两个呢看看有没有机会在今年都把它打卡掉。那顺便一个旅游的 tips 呢，就是到 BC Ferry 上来啊，先找到这个旅行小册子小架子，每一辆船上都有，然后里面有非常多 BC 省的周边的旅行目的地的介绍，这些小册子里边都有非常地道的啊，本地最值得打卡的内容的介绍，所以上这儿找一找看一看，会在旅行前有更好的准备和收获。再有十分钟吧，我们就靠岸了。天气很神奇啊，从温哥华出来的时候还有点小雨，但你看现在外边有一点要放晴的迹象。随着孩子们长大了啊，其实越来越珍惜跟他们出来旅游玩的机会。达达呢就还好，他现在8岁，跟他出来玩乐趣还挺多的啊，比较天真的年纪。娜娜呢现在12岁了啊，越来越有自己的事情要忙，所以有时候约她出来玩啊，她都说不要了，会耽误学习，所以感觉春假呢能跟娜娜一块出来玩一次还是挺好的。孩子长大了呀，就是一个慢慢离家长越来越远的过程，珍惜每一天，珍惜每一次能跟他们出来玩的机会，好不好？我坐这个 BC 航线 BC Ferry 的航线的时候还有一点担心，因为它是从列治文比较近的 Tawasan 这个码头出发，然后先到 Mayan Island， 到了 Mayan Island 再会继续到下一站叫做 South Spring 岩泉岛 South Spring Island， 所以我会担心说上车应该有一定的管理，否则的话车会把下一个车挡住就麻烦了。但我实际上发现他们用了一个很原始但也非常有效的办法。这个 Village Bay 呢是我们到 Mayan Island 它的那个码头的名字，那它就每个车都发这么一个牌子，让你很明确的知道每一个车到底在哪里下船的，从而来不导致这个每一个车会影响到别的车哈。这个方法就是很原始但是也很简单有效啊，我应该属于多余的担心杞人忧天了哈，上车开车直接走就可以下船上岛了。到岛上的第一站哈，我们专门提前购买了这个东西，这叫做飞盘高尔夫，就是拿飞盘啊去飞前面那个目标地方，然后如果你能一次飞到那个网里边，就像高尔夫一样，你就算进洞了。那它也会分为，这是一个需要几杆打进洞的一个距离，你不要看这个岛小，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飞盘高尔夫的场地，应该是有18洞的一个专业场地，好多BC 省的著名的比赛等等也都在这边会进行啊。我们今天3个人业余初级选手上这来玩一玩。这个运动其实很好玩呢，就是你飞完一个网之后，那你就继续沿着这个 trail 往前走，这个景色又非常好啊，旁边就是大海，海边就像林间散步一样，然后我们走到这呢就到第二个网前面那个地方，这个网有点难，有两棵树挡住了啊，我们从这儿往那儿飞。 3, 2, 1, go。 哦，非常近，差一点儿。就这么一个网子哈，你的飞盘飞到上面
它自然就会掉到里边。但是这个游戏啊，玩起来才知道远比看起来要难多了，想飞准了非常非常难，哪怕我们这些新手已经站得很近了啊，都不容易。达达，你可以帮他拿其他的垫子。哦、oh, that is very close the tree。 One more try。 Professional。 达达小心跑到一边去。One, two. Oh, 差一点点。My turn. 有点难。Good. Oh, it's very close. 再用力一点。Other. So close 啊！孩子们居然也玩得很开心。娜娜玩得开心吗？玩得开心。达达玩得开心吗？玩得开心。他们都很勉强地告诉我。那娜娜问了我一个很犀利的问题，那就是全世界人类都很关心的问题，就是今天晚上吃啥呀？我们去买一个北美最好吃的食物。披萨，这个地儿我们就算到他们的 town center 了啊，虽然其实没有几个建筑物。 Wood fired pizza 啊，炉火烤出来的披萨，就跟咱说的炭烤的烧烤一样啊，这个也是有讲究的。咱们去点个披萨吧。哇，蛮有意思的一个小店。达达走，往上走，我们去看看有什么披萨。看有照啊，5点说我们的披萨就卖完了啊，那你也没辙啊，就是小地方小镇子就是这样子啊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溜达溜达，看还有没有别的可买的。一个面包店啊，但工作时间是早7点到下午3点，人家就关门了。加拿大什么都要打提前量哈，所以我们提前量打到什么情况呢？知道这个小岛，所以直接就订了明天下午5点的2张披萨，这样的话才能确保明天能吃得着啊，把钱一付反而踏实了。明天5点来了，直接报名字，然后来拿披萨啊。到小的地方更要打提前量了。现在只能吃我们库勒里边带的一些食物。现在呢，我们去今天晚上会入住在 Mayan Island 的一个营地啊，据说是一个海边的很漂亮的营地。我们现在进到这个营地了哈，哇哦，很漂亮，哇哦，而且哇 ，Did you see those animals？ Yeah。前面看到好多的动物，带你们去看一下，很多很多的海狮啊！哦、oh, ，they're swimming。这个要到夏天天气好，就是一线海景了，而且就在海出去10来米远的样子，少说得有20-30只的 seal 海豹啊，在水里边游来游去，也没把我们当外人啊，就把这当自己家了。哇哦！去看我们的营地哈，这次我可能是这个地方的唯一的住客啊。这有一个3月份呢，当然不是这儿的旅游的旺季啊，夏天才是这儿的旅游的旺季。它这个营地的地点选得非常不错啊，这个位置是最好的营地哈，1号营地。但是呢，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你开车它不能开过来，所以你的东西运过来会比较麻烦一点。这个景观 ，Oh my god， 漂亮，下边直接就是。悬崖峭壁啊，OK， 直接你在营地哈，往下看就能看见下边那些小脑袋 ，seal。啊，这个地方是他们洗澡的地方，但这个地方呢是洗澡限时哈，不能超过5分钟。
我来，这么推的。啊，是一个，哈，这个还蛮有特色，是一个，啊，是一个纯天然的洗澡的地儿。Oh, but what if people are over there? 啊，这是围绕着一棵树的。它这个营地啊，走过去比较费劲，再加上这个三月份的天气还有点冷，这样天气实际上住在车里边，对我们来讲会是比住在营地那个海边要更舒适一点的一个方案。加上我这个宏达奥德赛呢，是可以勉强把它当做一个三个人的床车来使用的哈，整个空间呢差不多够我们三个人过夜的房间了哈。娜娜觉得这个条件怎么样？还可以。No, that's not true. You just say whoever can survive this.Is a true man or woman? 就是 I think it's okay. I think it's okay. Okay, Nana think it's okay. 他觉得这个还 OK. 我觉得还可以。但他也觉得很挑战。他说谁能够，完成这个挑战的话，还是挺厉害的啊。Is a true man 是一个真男人，是一个真的男人或者女人的感觉。达达，你觉得怎么样？Good. No, you don't think so. You just say it sucked. 孩子们一看手机就不说实话了，实际上他们觉得这个还蛮艰苦的。但这正好是我的目的，我希望我们三个人经历一下这个艰苦的两个晚上的车上过夜啊，来体验一下，蛮有意思的。这个小岛的人口大概1300左右，我们现在三个人是在一个1000多人人口的小岛上面啊，丛林之中过个夜这样子。等我们吃完东西，差不多就天慢慢会黑下来，在海边度过今天的晚上。明天呢会是非常忙碌的一天啊，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。I just wanna go home. 娜娜已经不行了，她说她要回家，然后给你展示一下这个床车是怎么睡下我们三个人的。我的空间呢就这样，娜娜有点惨啊，她睡在我旁边呢，但是她的脚出溜到旁边才可以。达达就这么睡，脚扔到那边去就睡下来了，对吗，达达？Shouldn't me and Dada trade? You can try that. You can try, but I don't think that's long enough. You can try. Go and try.